三娘呢？叶少阳问叶小萌。在我家呢，我给她安排了一间房，她很老实，坐在床上一动不动，我妈在陪她呢。叶小萌顿了一下说道，我爸跟三个村长一起，各自把四个村子都走遍了，平时有很多人都能见到，能够排除，所以也不费事儿。有一些见不到的都排查了，那三个村长也很支持，应该是不会漏掉。有不少人出去打工了，蒋警官也通过警方的系统调查了，基本都能查到信息，确认这些人还活着。叶少阳听到这儿不放心地问蒋建华，你是怎么调查的？先是电话核实，电话没人接的，就调取手机卡和银行信息，看有没有记录，还有宾馆酒店开房记录，这些都是全国联网，动动鼠标的事情。蒋建华笑着说道。叶少阳无语，警察就是牛逼，不过这一点也是判断出蒋建华的职位应该不低。一个普通警员，只凭一句话就想动用警务资源，怕也是不容易。蒋建华接着说，查不到信息，并且是在旱灾发生前失踪的人口，一共有四个，一个是未成年少女，跟家人生气，离家出走，到现在没有回来。另外一个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，也是失踪。还有一个是妻子出轨，跟丈夫吵架后离家出走，没头绪了。我最怀疑的就是这家，因为那个未成年少女没身份证，老年痴呆症的也没带身份证，在各处查不到身份证信息，可以理解。但这个妇女完全查不到购买火车票的记录，也没有宾馆开房记录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叶少阳说道，你刚才不说有四个人吗？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就是跟这出轨女人一起私奔的男人，是他邻居，也下落不明。我操！叶少阳一头黑线，这旱魃没找到，你还查出一桩三角恋来？蒋建华说道。失踪妇女的丈夫在她失踪一个月就报案了，警方也调查过，不过因为跟人私奔的，考虑到一般都会隐瞒行踪，也没有当成刑事案件调查。叶少阳沉吟道，假如旱魃真在这几个失踪人口里，必然牵扯到刑事案件了，尤其是这个出轨私奔的。蒋建华点头说道，你们只要查出旱魃就行，真要带出刑事案件，会有人来处理。叶小萌接过话头对叶少阳说道，你对这些懂得多，你想想有没有办法从这几家人找出失煞来。蒋警官想利用刑侦手段从失踪人口的家人入手，但是那样可能比较耗时，还不一定有用。叶少阳思考起来，分析给他们听，假如这几个失踪人口已经死亡变成旱魃，那肯定还在村里，如果是死在外地变罢，那就是那个地方闹旱灾，不会影响到家乡。在这个基础上往下想，如果人是死在村里，家人没什么道理不知道，既然声称他们失踪并且没有把他们下葬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偷偷埋在了什么地方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，搜查是没用的，这也不是刑事案件，没法对这么多人进行审问。叶少阳说道，何况审问人家也不会说实话。叶小萌二人点头，这一些他们早就想到了。现在整个牛头山都被不知名的阵法封印了，感受不到任何邪气，包括尸气，不然到处走一遍寻找尸气就可以了。叶小萌听了他的话忙道，你意思是解开阵法封印？我有这个计划，之前压根就不知道封印是怎么回事，无从下手，现在有点想法了。叶少阳摆了摆手说道，这件事儿我自己去办，先不说这个。叶小萌不耐烦地说，那你还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找到旱魃？有个办法，旱魃晚上的时候会往自己家里挑水，避免家人渴死，但如果他是被家人害死的话，肯定不会挑水了。但是旱魃的家里
绝对不会闹旱灾。这是一种湿灵感应，跟风水有关，解释起来麻烦，就不多说了。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找三个人到他们家中，把水桶拿到院子里，在水位的高度做好记号，等个一两个小时，如果水位下降，说明水是被旱魃吸收了，那就是正常的。如果没有，那旱魃必然就在这家。叶小萌怔了怔，说道，这办法妙啊。蒋建华也点头说道，就这么办，我们三个现在就过去。我们三个？叶少阳实在不想在别人家里干坐着一两个小时。蒋建华听懂他的意思，说道，你要是不想去，我就从集上的派出所找三个人也没问题，不过万一旱魃在其中一家，他们会不会有危险？叶少阳看到了天色，说道，现在是5点钟，夏天黑得晚，我们只要在天黑之前收工就行，旱魃白天不能出场，只有晚上才能行动。蒋建华放下心来，表示要马上去派出所找人。你现在干什么去？叶小萌问叶少阳。我去想办法弄清楚这个封印是怎么回事，怎么解开封印，不然以后被鬼偷袭啊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叶小萌皱眉点了点头。这个确实很重要，但是以你的法力能办成吗？叶少阳说道。哼，试试呗。叶小萌显然对他不抱太大的信心，说道，那你就去试试吧，我在家陪三娘说话，沟通感情。叶少阳对他更不抱什么信心，但也没有打击他，与蒋建华约定好有消息打电话通知，然后分头行动。叶少阳想了想，这一件事需要一个帮手，于是打电话召回小马，在村头见面，一起赶往牛头山。从进村的第一天感应到阵法的存在之后，叶少阳就想过破解，但是一直没有想到好办法。经过几天的考虑，他总算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其实这办法很简单，去抓一个鬼，随便找个方向一直走，直到能够感知到鬼气的存在，说明那里就是阵法的边界，然后以画圆的方式顺着边界绕行，以能感觉到鬼气为准，围着阵法绕行一周，把阵法的范围确定下来。